气候变迁是一个全世界，包括台湾人民相关心的议题。结果呢，主办单位突然取消了，是不是赖清德给人家压力？这么一个这么严肃的问题，难怪吧。混蛋的问题，以及混珠的问题，甚至太多的贪赃枉法的问题，赖清德拢无爱讲，拢咧逃避。赖清德，这是你一贯的作风，乡民的嘛。赖清德，气候变迁这样说，参加吧，勇敢参加嘛，我拢传达你。